先生，买个篱笆，很钱的，不买不买，买一个吧，很钱的。滚开！住哪就不买，住哪他干嘛？不是我撞的，我就看到身体撞的破裂。你看，是不是张大家？你干什么？双手抬起来。干什么？检查搜身啊！检查就一定要搜身吗？子不干了，把他带走。走，我也没犯法，凭什么抓我？小的，帮我审，走走，你带我，我赔你不行吗？ 端端的个大活人让你们给接丢了，你们还回来干什么？啊，开枪，开枪怎么了？怕打死啊？老爷，当时码头上特别乱，我们连丁小姐的人影子都没有见到。你还跟我狡辩，他个大活人能长翅膀飞了吗？那我们马上再去码头，快去。 师伯等着急了吧？哎呀，听说码头上开枪了，这帮没用的东西没接到你就回来了，我正在骂他们呢。都怪我，码头上一乱呀，我也顾不上找车，一阵吓跑，来了辆黄包车就回来了。多危险呐！要是碰到坏人怎么办？我怎么向你母亲交代嘛？让师伯担心了，不过我从小跟着我爹到处走，见过的坏人多了，我才不怕呢。而且，我还随身带着师伯给的护身符。 本来应该我去接这批货的，但是今晚临时有个紧急的会议，我是召集者，必须参加。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记住，不要开灯。到了之后，把房间最左边的窗帘打开，这是安全信号。他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是你只要拿出这个，他就会把东西交给你。那是一些从老家土豪劣绅手里捎来的金银首饰，里面有账清单，你核对无误之后，你再把钥匙给他。拿到东西之后，你就不要回家了，就在东阳大饭店住一晚上。明天早上10点，我们还在这儿碰头。慢用。 师伯，就我们两个人吃饭，怎么这么多菜？哎呀，李慧芬阿姨走了3年了，上情去美国也2年多了，家里冷清。
能有你陪我吃饭，伯伯高兴，多吃点，啊，吃。尚晴哥也快学成归国了吧？到时候家里就热闹了。哎呀，从来就看不上我的生意，我也不指望他了。不提这些了，还是说说你们家吧。啊，你母亲在信中告诉我说，你到上海来是为了找艺名，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了？ 年前我去宁波参加你父亲的葬礼，你母亲就托过我，我也在打听，但是一直没有消息。我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。这回我一定得找到他。师伯您不知道，因为我妈是二房，大妈和大哥对我母女一直都看不起。我爹去世以后更是变本加厉，我妈这两年天天盼着二哥能回来。 就是希望有个男丁能撑腰。这个一婷实在是不懂道理，二房也是妈妈，怎么能这么不懂礼数呢？你母亲一直受气，自己的儿子又不在身边，自然是很着急啊。不过，一鸣的脾气我了解，即使是找到了，他也未必肯回去啊。 我二哥是耿直，可是没有坏心。他要是知道我爹去世都快一年了，就算再怎么横爹，也不至于不来上个坟吧？这个我相信。其实啊，你父亲心里还是很喜欢一鸣的。你别看他生前给我的信中总是骂一鸣是逆子，其实呢，他是担心他年轻，怕他受了共匪什么主义的蛊惑，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 马冰桐就是一个老交通员了，他启动了交换暗语，人却没有出现，这样的情况可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在来的路上被捕了？如果被捕的话，我们内线会通知我的。我担心是另外一种情况。被他私吞了？你先去上班，我去趟他家。那怎么行？现在情况不明，如果他被捕了，就算是没有叛变。 敌人也会在他家里设下陷阱，你过去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？你去就不危险了。反正他不认识我，我会摸清楚情况的。去姥姥那儿领把枪，以防万一。 又有新任务了。昨天的事情已经见报了，三号来还枪的时候说，上级对行动方案还有争议的。老板，哎，相机安能修好？啊，你这个相机的快门啊，磨损的太厉害了，啊，得换一个。请稍等。小姐，您是要照相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 你先招待这位小姐吧，我去抽根烟。谢谢。您看看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哎，到我这里照相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记不得了。我看这照片上印了你们店的名字，就想来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他。他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是我二哥，三年没回家了。
我母亲想他都快想出病来了，我特意从宁波来找他的。哦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照片在我这里放两天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还是不麻烦了，我自己再找找吧。又让你费心了啊！哎，易清啊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照相馆打听到什么吗？还是师伯说的对，光凭一张照片就想找到二哥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法捕房的胡学成，学成啊，这就是我的侄女丁易清。易清，学成一直在帮我打听你二哥的事情啊。丁小姐好。实在惭愧啊，学成受问顾先生多年，顾先生的交代我不可能有丝毫马虎。这一年来，我把租界里角角落落都打听了一遍，可就是找不到丁一鸣这个人。哎哎哎，坐下说，坐下说，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哎呀，说实话呀，不光是在租界，我甚至让学成去华界警察局。和淞沪警备司令部都打听过，我和你父亲一样，就是怕一鸣加入赤党，走上了和政府对抗的危险道路啊。还好，这几年被抓捕和枪决的犯人名单里没有丁一鸣，也多少是个好消息。哎，我在想，会不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？要是真是这样，那你再找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啊。师伯说的对，既然找不到二哥，那我明天就回去了。明天就走？哎呀，你好不容易来上海一次，好好玩几天。对呀，学成在上海土生土长，我可以给你当向导。不了，找不到二哥，我也没有心思玩。谢谢师伯。小姐，来碗菜肉大馄饨，送到对面弄堂23号亭子间马先生家。好嘞。老师傅，我这件长袍啊，搁着窝底下破了一个洞，可以帮我补一下吗？哦，洗半脱了呀，我管你。好。侬不是住了搿条弄堂里个？老师傅好眼力，我是来找我亲眷。怪不得，住了搿搭个人，我基本上心里向是有点数目个。马先生，马先生，不要叫嘞，瞎叫八叫，人家屋里向没人个呀。哎，刚刚明明有人叫我送馄饨过来呢。小四川啊，侬碰着大头去了！昨日夜里向，伊拉老婆带了小人回乡下头去了，讲伊蹲在乡下头生毛病了。临走的辰光，到我这拿祖路一半的钱包啊，拿跑脱了。那我真见鬼了呀！爸爸，你把侬赚来的馄饨钞票不好啊？搿小四川有点戆头哦。他老婆明显在撒谎。马斌肯定是私吞了那批货，他知道这事儿一败露，我们会找到他家，所以叫他老婆带着儿子连夜躲掉了。他会不会也逃回老家了？你知道他老家在哪儿吗？我去走一趟。
从他老婆撒的这个谎分析，他如果回到老家，不可能这么张扬啊。我判断他还在上海，他也明白，这批货只有在上海才容易脱手变现。我会想办法查到他的。小姐，还是我送你上船吧。不用了，徐叔，您赶紧回去吧。那小姐一路平安，到了家想着给顾先生打个电话。走了。请问可以到寻人启事吗？红玉同志，他在我这儿没有找到线索，现在又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，看来他不找到他哥哥是不会离开的。你看，老楼，我知道了。家有人找。是你找我啊？宁波来的丁小姐是吧？是这样啊，努尔姑看到你登的广告，就派我来接你了。那我哥怎么不自己来接我？前几天他跟我去那个新世界跑驴场骑驴，结果一头驴脾气发作，努尔姑拐过来腿都摔断了。那他伤得重不重啊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放心放心，他现在在家里卧床休息。啊，丁小姐，那咱们赶紧走吧，黄包车在外面等着呢。啊，走。太烫太烫！你别光喂他，你最会烫。哎，就我这么想。好呀，那我想吃酱油。嗯。丁小姐，我们到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努尔姑住的地方呀，她在里面等你呢。我哥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哎呦，丁小姐，我是不会骗你的，你进去看看就行了。雅号舒玉，俗名妓院。哎呦，可舍不得干漂亮啊！你们干嘛？你放我出去！流氓！林小姐，你不是要找努尔姑吗？啊，这里这么多哥哥，慢慢找，听话，别闹。放手，放开我！妈妈，我在旅馆一见到他呀，我就晓得努鬼的呼吸啊。嗯，领啊领啊！哎，你们这些畜生，你放我出去！坐。还想跑？你是谁？
这里的人都管我叫妈妈，你也跟着这么叫吧。真不要脸，我叫你一声老狗还差不多。聋子！哎，我给你一个晚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要是乖乖听话，我就捧你做这里的头牌。老狗，你的算盘可打错了，我是顾静江的侄女，你们要是敢碰我就死定了。你说顾静江是你伯伯？上海滩大亨的侄女会住小旅馆，你糊弄鬼呀？不信你可以派人去公共馆问啊。小姑娘，别再吹牛了，进了这个门，你插了翅膀也别想飞出去。这是不是住着一位丁小姐？是啊，我是她朋友，找她有点急事儿。她住在哪个房间？她前面跟人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跟谁出去了？您知道吗？一个男的。多少还是吃点吧，别跟自己过不去啊。跟自己过不去的是你，等我伯伯来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顾清香真是你伯伯？爱信不信。这真会让我生不如死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放学，半路有人抢了我的书包，被我伯伯晓得了。他就把那人抓到家里来，绑在树上用皮鞭抽，抽的那个皮开肉绽，还撒盐，再抽再撒盐。这么打还不得打死？那我就不晓得了，但我记得那阵子啊，我家吃了好几天的咸肉粥。你说我伯伯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，会把你怎么样？丁小姐，抓你可真不关我的事儿，你千万别让你伯伯把我手上钱给抽了。算了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，我给你指条活路。什么路？你知道故宫馆在哪里吗？谁会不知道故宫馆？那你把我脖子上的玉坠摘下来。你怕什么呀？你拿着这玉坠去找他，告诉他我在这儿，我就饶你一条命。老爷，老爷，啊，永乐坊的人来找您。永乐坊啊，找我干什么？那人说是丁小姐让他来的。想装那个鬼呢？小偷不晓得要躲哪里去了，回头啊，把一两只米光吃吃。大小姐，怎么样？想了一个晚上，想通了吗？想通了怎么样？没想通了怎么样？想通了呢，就奔弄好吃好喝，然后乖乖的去接客。想不通呢，就皮鞭抽辣椒水罐，最后还得乖乖去接客。啊，那既然结果都是一样，谁还要去吃这个苦头啊？这样想不就对了？还不快把丁小姐的绳子给解开！这细皮嫩肉的，这绑坏了可怎么了得？丁小姐得罪了，得罪了！哎，来来来，走吧。我找人给你描描眉、画画眼，咱们今天就开始接客。接客？
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客。哎呦，不会有人教的嘛？你教我。行，老娘我今天就收收累。来，你看好了啊。搞得这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让你知道我这永乐坊不是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的啊！走开，德芳，外面怎么这么吵？啊，我去看看。元帅，真的，那三年，那三年，那都吐了，三年吃了三年，那三年，一清，都吐了，那都吐了。师伯，你总算来了，还多亏我来的早，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。我知道师伯关键时刻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谁不认识顾先生您啊？知道他是谁吗？顾老板，我们真不晓得他是您侄女儿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顾先生饶命！顾先生饶命！我们错了，饶命！顾先生饶命！顾先生饶命！顾先生。你以为你登个报就能找到你哥哥，真是自作聪明。不是伯伯说你，你既然想在上海继续找你哥哥，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，总不能一直麻烦师伯吧。你这叫什么话？当年我被债主逼债的时候走投无路，要不是你父亲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到上海来，哪有我顾静江的今天呢？你现在这么做，将来我死了以后怎么去见你的父亲？是我一时冲动惹师伯生气了，我给您赔不是。我今天把话说到这儿，你就在我的家里踏踏实实的住着，不找到一名不许回家啊。好，我找一下丁小姐，请问她住在哪个房间？在二楼七号房间。丁小姐。丁小姐，你在吗？给丁小姐的房间结一下账。丁小姐。您二哥去南洋已经有一年多了，这是他临走之前拍了留给我做纪念的。我二哥为什么去南洋？听说南洋好挣钱。不可能啊，我二哥不是那种钻在钱眼里的人，不然他也不会和我父亲闹翻了。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他走了之后啊，再也没跟我联系过。昨天我看报纸，你过来找他，我就赶紧过来要告诉你一声，免得你在旅馆里傻等。其实昨天晚上我已经来过了，掌柜的说你跟人出去了。我在上海还有个师伯，他正在楼下等我呢，我一会儿收拾一下就搬去他家住了。那你不打算回宁波了？我要是现在回去告诉母亲，她只会更担心。我还是在上海等二哥回来。红玉姐，回去妇女爱国社找你的，我还要听你讲我二哥在上海的故事呢。那你二哥的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，他临走之前特意嘱咐过我的。一清啊，伯伯知道你从小就喜欢写写算算的，但是你父亲重男轻女，不肯让你学做生意。你放心，伯伯可没有这种偏见。既然你已经决定留在上海了，不如就到伯伯公司来，我教你做生意。
世伯的声音那么大，我怎么信？我还是自己先出去找找吧。跳完这一曲，行，我还有两个舞课的钟了。那我买你出去，我可不想看着别的男人去。你买得了一时，买得了一世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帮我还了那么多赌债，我这心里都记着呢。放心，我好好把这。我先出去透透气，我可不想在这儿欣赏你跟别的男人跳舞。晚一点我送你回家。知道啦，一个醋坛子。老板，大肉馄饨。好嘞。老板，接个活。人了吧？没找错人。那天我往你家里送了个馄饨，没人在，白白浪费了。要想北风成山，得先换跑。认识这个东西吗？怎么在你手上？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来东亚交货？那天交货的路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关卡，我怕东西暴露，就没敢去东亚。那东西？东西我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为什么没有再联系组织人，还转移了老婆和孩子？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支开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批苏区的财富。我知道我没有及时交货，红玉同志肯定开始怀疑我了。我想过了这个风头，主动跟他联系。他现在派你来不是更好？老板，馄饨好了。老板，你来吧。最后，老板，你吃点什么？我不要了，谢谢。好嘞。同志，话我都说清楚了，不能把家伙收起来。带我去拿东西。等我把馄饨吃完，我可不想再浪费。两个几菜馆子。好嘞。哎，巧了，这说曹操曹操到，这熊普兄弟就在面前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他说。啥事啊？他是个外地的，在里边跳舞，钱包被人偷了，想报警，不知道巡捕房在哪。兄弟，不用我带路了吧？哎，侬不是要报案吗？哪能走了啦？不报啊！侬刚不报就不报了？侬等外地人拿阿拉巡捕寻开心是吧？坐了。应该讲，侬老家阿里搭的，到上海来做啥？
之计在于春，一家之计在我们。既然家庭消费的开支由我们做主，那么买国货、用国货的权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支持国货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，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中。我们每一位女同胞不仅要用好这一项权利，而且还要让家人们和我们一起为振兴民族工业出一份力。好，红玉姐，你刚才说的真好。我们这儿啊，经常办各种讲座，欢迎你常来。不瞒你说，我今天出来还是编了个谎，我世博管我管得可紧了。你来上海啊，你世博当然要对你负责任了。你不知道我前两天不是去登报找我二哥了吗？被坏人骗到妓院去关了一夜，幸亏我急中生智，买通了看守给世博通风报信，不然就……想想都后怕。哎呦，天哪！昨天你居然对我留了一手。这刚认识哪好意思说嘛。红玉姐，你和我二哥是怎么认识的呀？那是在爱国社一次活动中认识的。你二哥是个特别好的人，帮了我很多忙。那他和你说过我们家里的事情吗？他不愿意多说你家的事儿，倒是经常跟我提起你，说你聪明又漂亮，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最好。他也就是嘴上说说，也不回来看我。三年了，他都不知道我跟我妈有多想他。你二哥啊，肯定怕联系你会惹你父亲不高兴。其实我父亲最喜欢他了，只是我二哥不愿意走父亲给他选择的路，还说要革他的命，这我父亲哪受得了啊？每次看他们吵架，我心里最难过了。红玉姐，我二哥真的去南阳了吗？以清，你要相信我，更要相信你二哥。我不是不相信你们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现在担心的不是他去了哪里，而是怕他去做那些被杀头的事情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我最近正在发愁另一件事情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能帮上忙吗？我师伯让我帮他做生意，可是他很多生意都要和洋人打交道，我的英文只在老家的学堂学过一点，我怕做不好。你想学英文啊？哎，我给你推荐个英文老师怎么样？我已经去说马斌赌债没给他还清，他就吓傻了。我们已经打了草了，现在就等受惊的这条蛇去找他的蛇窝了。车夫，用车。上门来了。你那天没回舞厅等我，是另有原因吧？我被人盯上了，要避一避风头。避风头？我看你是要避我吧，马兵。我还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可到头来也没区别，都是鬼话连篇，逢场作戏。小梦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对你可是真心一片的。你还想骗我？你不是说帮我还清赌债了吗？难道没有吗？我为了给你还赌债，我的脑袋现在已经摔到裤腰上了。你放屁！都还清了，为什么会有债主堵我家门口？不可能！有没有问他是哪个厂子的？谁敢问啊？那讨债的比恶鬼还凶。他说明天要是我再不还钱的话，
就要把我脸画花，我腿都吓软了。就怕不是来要钱的，是要命的。要命？要谁的命啊？我问你，你刚才来的路上有没有人在后面跟踪你？没有呀，我都一路看着的。走？去哪儿啊？南京。去南京做什么？我才不要离开上海呢。上海现在很危险，去了南京，我保证你衣食无忧，再也不去伺候人了。少拿鬼话唬我。小梦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我们走。马斌，没想到吧，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不是说好明天还钱吗？怎么现在就过来了？不要怕，他们是找我的。两位朋友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欠的债我自己还，请你们不要找他。别怕，小梦，过两天我到武场找你。今天没有巡捕，就别再想动金蝉脱壳的主意了。知道错了，别叫我同志，你不配。我知道我不配，可你都看见了，有什么法子？谁让我爱上这么一个女人？为了一己私欲背叛组织和信仰，还谈什么爱情？我都替你脸红。可是我没有背叛组织，我只是暂时的挪用了这笔经费。请你相信我，我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挪用的部分，我一定会尽快的还上。跟我说这些没用。走吧，跟我回去见组织。想说什么？对组织说，我不去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干革命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是立过功的，我将功赎罪，好不好？我从头再来，我一定为革命再立新功。赎罪？你知道私吞革命经费是什么罪吗？你赎得了吗？还敢谈立功？想怎么处置我？我的任务是把你带回去交给组织，怎么处置我不知道，你也无权过问。好，跟你走。How are you? My name is 丁雨清。Are you the English teacher? 侬叽里咕噜帮我讲啥么子啊？你不是来教英文的？侬脑子坏掉了？我来寻我老婆啊！对不起啊，我搞错了。雨清，红玉姐，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英文老师。
冬雪已融化，漫过海角和天涯，山脚下的小河旁，你会梦到吗？树上的枝桠又长出新芽，那是没说的话，随着花瓣落下。这盛开的年华，你看到了吗？在相见的时候，我都会讲给他。回忆只想着